始。选到哪
一位吗？好，这位非常可爱的爸爸来告诉我们答案。请问一下，我们这个同级当中有最大铝圈数，请问一下是多少呢？几寸？19寸，没错，恭喜你。来，我们直接把礼物送给你。之外呢，当然了，我们接下来在外形上非常漂亮之外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呢，在车室空间的部分非常的厉害。为什么我们是豪华七人座之外呢？现场的朋友，我们通常修旅车最害怕就是什么？在后方的家人可能会吹不到冷气，感受不到这种舒适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我们欧牛森塔菲它在第三排的地方有一个独立的空调系统哦。所以呢，请问一下大家，我们欧牛森塔菲在第几排的时候有这个独立的空调系统？大家都知道第三排，但是我们要感受你的热情。当我说我爱的时候，你们要大喊什么？用得，好不好？那么接下来就要由我们的小佩送出我们这个限量的马克杯，想要的朋友可以举手吗？好，都举手了，对不对？那请吸引小佩的注意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当你说我爱的时候要说用得哦。好，我爱。哎，你有选到哪一位？觉得太小声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，我爱。哪一位？你觉得？哦，这位帅哥吗？来，我们可以站前面一下吗？我们刚刚说我们欧牛森塔菲它在第几排的时候有独立的空调系统？第三排。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厉害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第三排有这个独立的空调系统，让我们坐在后座的家人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舒适感啊。好的，紧接着动力方面呢，我们是采用呢这个2.2升的 R-Type 高输出柴油引擎，所以呢我们的动力哦非常的厉害。在马力匹数上呢，我们是同级当中最大的马力匹数，大家请听清楚了，是197匹的马力，以及我们这个44.5公斤米的扭力。所以现在呢，现场的朋友还想要拿到我们限量马克杯的朋友在哪边举个手，让我们的小子看到。好嘞，接下来就是要问大家，请问一下我们的马力匹数，刚刚主持人有说了是同级当中最大的马力匹数197匹，所以请问一下现场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呢欧牛森塔菲它的马力匹数是多少匹？好嘞，准备好了，大家大声的喊什么？用得了，当我说我爱的时候，大家要赶快准备好了。好，我爱。太小声了，现场朋友，我们要热情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有机会把我们小金手上的这个呢，用得限量的马克杯带回去哦。准备好了，我爱。来，哪一位？我觉得这位一直都很大声的，来，我可以站前面一点点吗？好，来，接下来这位帅哥来告诉一下我们大家，这个我们欧牛森塔菲它的马力匹数是同级当中最大的，请问一下是几匹？197匹。197匹，那你爱不爱用的？爱。有一点太小声，爱不爱？爱。哇，很棒，来恭喜你。好，紧接着这个呢，动力很重要之外呢，在安全上重不重要？觉得重要的朋友可以举手吗？好，来，先举手的先有一个纪念礼送给大家。好嘞，当然了，我们在这个安全上呢部分呢，我们是有搭载了自动的停车辅助系统，所以呢，假如我们现场有一些女性朋友像主持人一样的话，这个停车上有点困扰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自动的停车辅助系统之后呢，在停车上大家更有信心，而且更加的安全，并且呢，欧牛森塔菲呢它还搭载了7颗的安全气囊哦，所以现在请问一下大家了，我们这个呢欧牛森塔菲它拥有着这个几颗的安全气囊？好嘞，准备好了，我们的小佩马上送给大家。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答案对不对？但是你们的热情要展现出来，好不好？当我说我爱的时候，你们要大喊什么？用得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，好，我们小佩马上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喽。好，我爱。但是大家没有把手举起来，这样子不够热情，好不好？再大声一点，大家都可以站近一点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，我爱。来，选到哪一位？我觉得哦，这一位是不是？来，帅哥，我们可不可以站前面一点点？好，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，请问一下我们欧牛森塔菲，它在安全上有搭载了几颗的安全气囊？几颗？7颗。那你